感情咯，通常係愛情咯，我啲朋友。網址。咁你對於佢因為你而唔開心有咩感覺咧？點解？點解？我乜都唔知。唔准谂，即刻答。我系 CS 预测嘅 waiting， 今日见到我系咪好惊喜咧？仲有我哋嘅 Andy 周国贤喺度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你支麦嚟噶嘛？系啊，你支麦嚟噶。我知。系啦，咁我哋咧今日就会做街访啦，系啦，访问一下啲人点样喺呢个苦闷嘅世界入边咧，去搵翻自己小美好出嚟。冇错。好，咁但系呢啲粗重功夫梗系交俾我哋嘅美女主持 Man Man 啦，我就留喺度陪住 Andy 啦。但系我都想去喎。一齐啊！OK， 你照顾 Andy 啊嘛，辛苦晒你啦。而家咧，我就照顾呢杯雪糕，慢慢出去街访。想问你开唔开心啊？几开心啊？唔开心。唔开心嘅。开心。开心嘅。一半一半。十分最高分，你会俾几多分自己开心嘅程度？近呢排啊，七分啦。七分嘅。七分半。七分一半。七分左右咯。七分。另外三分缺失在哪里咧？好似而家冇乜活动，日都系日复日咁咯。闷咯、啊，读书压力咯。感情咯，通常系爱情咯，我啲朋友。网址。咁你對於佢因為你而開心有咩感覺咧？點解？點解？我乜都唔知。你會點樣發泄呢種唔開心嘅情緒？食薯片。食薯片。打機咯，玩音樂咯，吉他啊 ，bass 啊，係搞開 bass。睇啲 YouTube video 咯。睇 YouTube video， 咁睇我哋啱噶啦。即係為咗朋友又唔開心，大家會點樣去？冇啊！大家都係，如果有啲咩唔掂，咪出嚟大家傾下偈啊。即係講下自己啲咩唔開心，跟住又過一日。最緊要有朋友。係啊。Kelvin Science 而家火熱招生啦！同你對準公開試評分準則，教你必勝技巧。而家報名仲送你免費試堂啊！快啲 WhatsApp 我哋啦！你會點樣睇身邊啲人咧？可能放負啊，即係佢哋成日可能我唔開心啊，喺 IG 啊嗰啲。如果夠 friend 嘅話 ，OK 嘅冇問題嘅，但係。即係如果唔熟嘅話，或者可能冇咁 friend 嘅話，放負我覺得就唔太會接受到咯。唔想成日睇到。係啊係啊係。你即係你放負都仲怕影響到人，咁你咪好壓抑咯，即係。你咪會仲負咯，我覺得。想死咯，成日都。成日都想死。可以訪問下佢啊。咁你會唔會勸到佢？都唔會勸呀，都勸唔到，因為勸唔到。你放負完之後，係咪可以攞翻個正能量去面對翻啲問題咯？係咁，你放負完，但係你唔係諗住去解決，純粹放負就唔係一個好嘅建議咯。好，好簡單啫，食蕉啊，食香蕉係可以排壓嘅。你有幾可見到啲馬騮仔喊？呢個唔係雪櫃冷笑話嚟嘅，我知冇人笑。放我自己最感動嗰句係用你一點一線誠實地重組，好似我哋呢兩年即係呢世界發生好多大事，好似每一個人都有佢戰場，有啲課題要面對咯。咁每一個人都喺佢裏邊都係慢慢重整緊、重組緊，所以係一個我自己好有共鳴，而每一次唱都會眼濕濕嘅一句。希望呢成首歌都幫到大家啦。反正依家都係我知道肺炎影響咗好多人啦，但係都冇辦法噶啦，已經係咯，所以大家都係開心面對，開心面對所有嘢。我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揾到自己休息嘅方法啦，即係可能做有人做嘢，但係就唔好話過於辛苦啊，然之後去唔俾自己休息，唔俾自己瞓覺，好似我咁，所以就係咯，休息多啲咯。香港人仲有獅子山下嗰種精神，即係年輕一代冇話。冇上一代，即係覺得我哋睇得咁差，話唔係得啦，或者可能係覺得我哋可能比上一代渣咯。即係我覺得年輕嘅一代或者新嘅一代都可以，即係有佢嗰種精神出嚟咯。即係係咯，香港人唔係話散收收咁樣咯。近呢幾年我覺得啊，你已經好好嘅，有冇受到啲鼓勵？光到，遇到有天安好。尘世终于都有天安好，如果见到啲放负人士嘅时候，我系会马上走啦，拜拜。
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加油！嗯，啊，加油！唔好輸。講嘅你，鬥長命，鬥長命，都算鼓勵嘅。只要繼續生存，繼續努力，咁我哋就鬥長命就係一種鼓勵。